东大学图书馆，今天是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个景点。然后这边太阳很大，对，没有什么观光客，很好拍，可以在这里拍很久哦。怎么可能办得到？怎样？还掉白的这样？你要让我对到位置啊！对啊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这样，站后面一点，站后面。然后呢？然后看你什么姿势啊？快点，站起来可以啊，你为什么要蹲下来？啊，对呀。我帮你拍。拍了。好拍啊，很累的。你也知道哈。萝卜糕，点了一份大份综合的，综合大份的，有分萝卜的跟芋头的，然后还有炒面跟猪血汤，猪血汤里面它是有含粉肠的猪血汤。还好没有吃地方酥脆的外皮，真的太多哈。吃起来很扎实，环食。下一站 ，Go。Go。这里是加鹿兰海岸江南风景区。下去。滚下去。让三千美丽美的东海岸太平洋。我们在哪里？水往下流。水往下流。水往上流。水往上流。嗯、你要折什么啦？我要折折头。阿伯。后面你好厉害哦。先等一下，我就要把你回归哈。啊，现在是。先做一个回诊。回诊、啊。对对对，哦，你很厉害。那个。回诊回诊国币啊。不是不是，来来来来。来要有点。为什么国币？让我看一下你们折了什么。小船。要100块折一个小船啦。可以来。只做了100块小船。小船要开始了。水往上流。外面的要接好喽。小船。所以究竟是为什么是水往上流还是水往下流嘞？因为地形倾斜度而造成视觉差异。其实它是啊、Take two， 再次。所以它就是地形倾斜度造成的差异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往上流，但渠道其实它还是往下的，所以水还是这样流，但我们是上坡，所以它是一点点差异就造成了错觉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回头到专门店，在成功镇市区。王记鬼头刀这门店，它有很漂亮的店面。然后它这边主要就是卖一些鬼头刀炸物，非常有名。那我们就等等看食物，两位还在挑选，还没买完，还在想。好可爱的名片，王记鬼头刀专门店。对，
不是给你吃，也不是给鱿鱼，给电视吃。鱿鱼，年糕，吃看看。吃吧，吃吧，鬼头刀。哇，很嫩。很嫩吗？真的。吃看鱿鱼。小小。小鱿鱼。要炖掉，没炸就保存。鬼头刀丸。嗯。可是很妙哈、哦，这个你。过了啊，这个年糕啊，有啊，很妙哈、哦，它都是那些要配个年糕。回头刀，它这个鱼拿来炸很好吃哎，跟那个土托鱼有点像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到三仙台了。这里有两个人说没有来过，没有人带我们，好可怜哦。在厕所那边，我要玩水洞。三仙台。天浪蛮大。今天天气太好了，蓝天白云，大蓝色的海。你要去走吗？对啊。好啊。走一下，我们用八种。好啊。你知道走过去就成仙了吗？再走回来就变凡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过了八次中奖，就像八次轮回一样，你轮回八次就成仙了。嗯，对，然后又再倒回走，所以就变回人类了。嗯，对啊，明白吗？蛮厉害，蛮厉害的哈。这第几次轮回？第四次？第五次？没有啊，第六次吧，第三次。已经第五次了，你这样子偷渡轮回。会被抓走哦。那我每轮回一次，我都变进化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汗又湿了一层。汗又，那这样你衣服很厉害哎，你衣服可以湿好几层哎。对啊。特别厉害，金衣。我等他走到前面就可以脱了。金缕衣。我前面就要脱了，八仙子，八拱桥了。你成仙就不需要衣服啦。对啊，我那就要解放喽、啊。好啊。大家期待吗？还不错。还没，你要看我笑话了。很远呢，我们现在这样是背阳走过来，就有一点累。等下面阳走回去，不就累死了？应该很累。所以成仙容易，成人难，所以我们做人吧，好吗？真的不该走过来，因为你没有来过啊，就带你来一下喽。到了到了到了，满身是汗，汗如雨下，白色的汗，头发也湿了，这个直接出水滴状的汗。你的，走吧，走，休息结束，回车站前往下一站。下一站是八仙洞吗？八仙洞，哎、欸，好棒，你的八仙洞，你有去过八仙洞吗？哥哥。我看你有去过吗？刚刚我也没有耶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刚好作伴一起。八仙洞这边是有一排商店街的。LV 台东 LV 专卖店啊，应该是原住民的。台东 LV 哦，特别标榜，还是在地哦。这是他们的编织吧？哈，应该是。我们在步道走啦。嗯，沿途都有很多洞。沿途有很多这种小洞。对，但它现在只剩下开放最大的一个洞——灵岩洞。好大哦！顶端一点点的，这里它是尖峰型的海石洞。有分哦。没错。为什么它是尖峰型的海石洞？因为它的裂缝刚好是垂直于海平面，所以它刚好侵蚀的时候就会侵蚀一个尖的。它有些是圆的，这是尖的。所以只有它的裂缝是垂直的时候才会是侵蚀出这样子形状。对，它总共有两种、哦，这种是尖峰的。原来如此呀、嗯！小知识，成就达成，跟 go， 那就结束在八仙洞之旅。
石梯坪了。你看这边，乳白色的石头，乳白色的石。丫头不知道等多久，他说40分钟。我们的东山丫头买的时候12号，然后我们是47。好，忘记了。好像是47，但是上面有，感觉会等很久。47号。对啊，47号。他说47号大概等到40分钟，然后我们的玉米也要等个10分钟。好，等等，我们还要再去买一个好喝的明星柠檬汁。对。所以有点硬，其实它本来就比较有嚼劲啊，它不是说这个很有嚼劲啊，它是有嚼劲，这是糯米玉米，还不错啊，还可以，调味还可以，不是姜，甜不辣啊，甜不辣，你要吃中山铁蛋。他说买，他说我也是那一天来的，然后就买，然后我觉得柠檬汁比较好，柠檬水比较好，像那阿婆铁蛋，真的，明星柠檬汁，明星柠檬水，刚才喝柠檬水，推推。我跟你讲，等我喝出来就没了。我尝尝。我再喝一口。哦。我尝尝。所以他说这个。酸，这有酸。这有酸哎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——鸟窝，鸟窝青年旅馆。那我们就开始开箱吧。密码不给看。这里有个柜台，然后这是一个大厅，可以在里面吃饭，然后又换鞋子啊，好酷哦！是上下铺的4人房，进去吧。进来喽，是我们的房间，它是一个上下铺的。4人房，忘记开箱厕所啦，它是一个结合厕所加淋浴空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空间，但是五脏俱全哦。再来另外一边呢，是它的洗手台，然后它是有提供吹风机的，是那种可以很大风的吹风机，所以就算女生来也不用担心。开灯，开灯，然后这边手洗槽、脱水机。还有晒衣区，所以这边是很适合学生来这边长期住宿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很便宜。对的，好。
好的，那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花莲鸟窝的开箱啦。那如果你有来花莲想要住青年旅馆的话，都可以考虑这一家花莲鸟窝哦。那就今天就到这边啦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晚安。